黄祖蓝同毛舜筠呢日就一起出席电影嘅慈善放映会。第一次执到贺岁歌舞片嘅祖蓝，今次对票房成绩又会唔会好有压力啊？今日睇完观众嘅反应之后咧，我就放心晒啦，真系观众反应非常之好，好投入。原来大家系愿意接受歌舞片喜剧嘅形式嘅。不过呢日就见唔到太太李亚男嘅踪影、哦。今日佢要凑 B B， 但系今日全日咧，我一路搭紧车嘅时间都有同佢视频通话啊，又会 send 啲 video 俾我啊。B B 今日出咗去行街嘅，咁嗰啲我又喺度睇紧咯。咁毛姐嘅屋企人又有冇嚟捧场支持一下啊？我个女咧系我嘅粉丝嚟噶，咁佢话哎呀好好笑啊，好笑嗰啲位好好笑啊。咁老公就佢系一个非常之要求高嘅人嚟噶，佢平时佢唔赞我嘅，但系讲到黄伟薇嗰场啦，咁佢就嗰场真系唔错。食虎嗰场戏啊，我觉得直情毛姐有机会即系凭一部歌舞喜剧提名最佳女主角，真系要提名嘅呢部。